都有一份细腻的心，然后都有一个一双温暖的手，坚固的翅膀在维护我们守护我们的家庭，就像大山一样的在维护守护我们家庭，让我们的子女成长茁壮。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以上的父亲节里，我要在这边要祝福各位大家金山银山都比不过我们爸爸的生命。你要不我们已经大量的进去了，你还在。